个滤镜好好看。什么滤镜真的好看。十几块钱？十几块钱？十八块钱买的滤镜。八块钱买的滤镜。
开锅。我们在音响介绍耳朵都太冷了。好帅呀、啊，星星！今天真的超帅，在北京的国外帅，别走，对，别走了，一直在北京呗，在北京买房子吧，在北京。哦，对呀、啊，你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星星照顾好自己哦。好的，你们不要过去了吧。休息哦。啊。多吃一点。你好帅呀！普通话好太多了。好好补水。对呀、啊，你普通话好棒。对呀、啊，你发下都好。天哪，干完之后普通话这么好了？路人说的，不是本地。对对对。路人在下面评论了。绝对不是。你们回去注意啊。拜拜，星星。拜拜。别忘了小目标，在北京买房子。